少年节目奖入围的有 Alien 理财学院之理财集会所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阿利安96.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再次大放异彩，先是以阿利安理财学院之理财集会所入围第54届广播金钟奖的少年节目奖，而节目中的三位主持人黄东秋、张启珍以及李永年则接着入围本届少年节目主持人奖。接下来呢，要公布的是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北原山猫、小山猫。另外有北原山猫吴清宏以及小山猫吴义伟共同主持的大小山猫 HOA 伊雅户也入围了本届儿童节目主持人奖。接下来是流行音乐节目奖，竞争相当激烈的类别流行音乐节目奖则由广播金钟常胜军，同时也是去年流行音乐节目奖主持人得主的马世芳，再度以耳朵借我节目角逐今年的流行音乐节目类奖。另外资深的卑南族广播人陈光阿老也以温馨关怀情入围这一届的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还有阿美族广播人林清盛所制播的热情东海岸也双料入围了社区节目奖以及社区节目主持人奖项。原视新闻 Joyce 麦徐嘉荣台北市采访报道。